你刚才有哪只脚踹的我？人心海底针啊，上一秒可以为你去死，下一秒巴不得你去死，可怕可怕！我狐狸，身为一个男人，能这么不负责任吗？不管是不是出于谋财爱色，别人现在出事，我能不管吗？啊！哎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，这摩托车很贵的，你这一脚下去。 享受这段从天而降的爱情，好好享受。是享受和巨星谈恋爱，还是跟人工智能谈恋爱？纪念呀纪念，看你还嘴硬，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抵挡住我的魅力？我一定会让你亲口说出喜欢我。哼，要不我们一起睡？再睡会儿。 纪念骑着我亲手给他擦的小摩托，带着我亲手给他擦的头盔，一定会非常开心。承认吧，纪念，你就是舍不得我，想让我留下来照顾你。完了完了，我一定是着魔了，他可是个人工智能啊！像这种来势汹汹的爱，也挺可怕的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